谢谢，你们吃饭。多亏小景腾盛装打扮，但拍照时他还是甜蜜帮老公整理造型，一家三口幸福合影，在手牵手一起到户政事务所正式登记。你就好了，我先看。行政人员要拍个人照，但老小儿子黏着 Summer， 让他忍不住笑场，两人从头到尾十指紧扣，牵牢牢，在平板上完成签名。我的名字好丑，现在两个月。小孩来胡闹，哎呀，结束了，迅速拿到换新配偶栏的身份证，还让萧敬腾拿起手机看时间，笑喊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并且在上车离开前，合体比出大爱心。萧敬腾也感性表示，六月求完婚后，其实一直在等待这天到来，这一天是如此美好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 日前趁着萧敬腾赴挪威录音，两人也准备了多套婚纱，在当地拍摄婚纱照。 Summer 说很谢谢爸爸妈妈和家人的支持，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。尤其难忘高龄74岁的爸爸林光宁，因为中风多年，手几乎萎缩，仍为他们签下证书，见证他们的幸福。非常能干的经纪人，对，好，得我真传。 Summer 爸爸林光宁其实也是大有来历，曾为雷鸟合唱团的一员，早期是秀场经纪人，后来也演出过台湾灵异事件、双响炮等多部电视剧，还因为参加邓丽君金曲音乐会全国巡回演出，和邓丽君结为好友。Summer 也曾说过，从小看着爸爸在演艺圈起起伏伏，造就他的个性坚强独立。如今嫁为人妻，他除了感谢家人，也谢谢爱他们的每一个人。幸福表示，结婚得到的不只是彼此，而是彼此的所有。 TVBS 新闻黄冠章，新闻特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